亲爱的朋友们，过年就是回家，赶紧孝敬爹妈。见了二老啊，一定要替我说句拜年的话，哪句啊？回答正确。哎，兄弟，到了。醒醒！哎呀，你拍我干什么？你睡着了。哎，我就是睡着了，你也别拍我呀。我正在做梦，梦见我老婆生孩子，她躺在医院的产床上，我在门口焦急地等啊等啊，就听产房里哇的一声，你出现了。你开心就好，这人低票30。你停表干什么？我不停表，不是八蹦字，你不是费钱吗？我们还要继续走的耶，我就坐楼上取点东西，马上就下来啊。不不，等会儿。你们家这楼没后门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我从前门进去，然后从后门跑掉。我昨儿拉那哥们儿就是按照你的路线跑的。你看我像骗子？别人看着也像啊。你先交个首付。哎，这个大过年的不好打车，我要是把钱给了你，我前脚走，你后脚跑掉了怎么办？合着我是骗子？你比我像多了，是吧？对的。你们究竟哪头的？究竟是要这么说，这钱我不要了，其实活多。哎，别别别，我给。哎呀，来，你要找我气死！哎呦，坏了！我今儿换的新衣服，我忘带零钱了。你用手机支付吗？别提手机了，昨儿那里还200呢。今儿想在群里啊发20块钱红包，就手一哆嗦，别别别，200全出去了。你手机里就200啊？啊呀，你老婆管你挺严。咱是男人，是负责挣钱的，像花钱那样的粗活就得让老婆去干，我累死她。是的，你把钱你扫给我，扫不了。怎么呢？我老婆比你老婆啊累多了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？哎，姐，我把这个帽子押给你。哎，这是我老婆的衣服，这下你放心了吧？啊，这帽子还是您戴着合适。这色儿我 hold 不住啊！我，哎，你把它反过来戴，不就 hold 住了吗？我是天线宝宝，哎，前面几排的你们都有信号了吧？什么天线宝宝？分明就是个大脸猫，没您金贵，犬中豪门，牛头梗。呀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啊？我是亲自看出来的。你快上楼拿东西去啊！哎哎哎哎哎，我一走你不会跑掉吧？我这个帽子和衣服可是配套的呀。合着你一上楼，我戴着绿帽子我就跑。你要这么不放心我，这样得了，我把它押给你，放心了吧？这是什么？嗯，你失散多年的孪生兄弟。比你这贵多了。哎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占你便宜了是不是？好，你要这么说，来来来来来，这个衣服是我老婆过生日我妈妈给她买的，比你那个贵多了。就厉害了，我的牛头梗啊。你要这么说，嘿，看见了，这鞋是我过生日我岳母给我买的，牌子货，比打死也不脱。他不敢脱，他穿他老婆的袜子。真没文化，淡定说，一个不穿老婆袜子的男人绝不是好男人。哎，懂吗？淡定是谁呀？就是对过卖鸡蛋的老丁啊。嘿，这是谁的车啊？在这停了半天不走，干嘛呢？
你是干嘛的呀？你说我干嘛的？我们平账呢？平什么账啊？为了30块钱啊，我给他帽子，他给我靠垫；我给他羽绒服，他还不等我。不是这样的啊，他给我帽子，我给他靠垫；他给我羽绒服，我差点脱了鞋。不是这个样子的。好了，两个大男人，为了30块钱，举止粗鲁，大声喧哗，违章占道，必须处罚。别撕票！不是，我们错了还不行吗？错你改呀！改。东西是谁的还谁。对。人与人之间要相互信任，相互理解，相互体谅，对，相互关心嘛。你怎么还不走？那个绿帽子是我的。他的帽子你拿着干什么？我这不服从分配吗？拿来。账平了没有？平了。平了赶紧走吧。好的。别去，他走了我怎么办？哎，你跟我走啊，你们这些开出租的都得听我的。他能不听吗？您是干嘛的呀？我打车的。哎，你打车的，你跟我绷脸干嘛呀你啊？我不这样的话你俩有完吗？他还欠我30块钱呢。我替他给你啊。师傅走，赶紧走吧，走。这上哪儿就走啊？我手机丢了，我得赶紧找去。如果没有手机，我怎么上网？我怎么聊天？我怎么团购？我怎么看片？我怎么抢红包？我怎么发朋友圈？我兜里一分都没有，我怎么逛街去遛弯？别哭了，合着你兜里没钱呐？现在谁出门还带钱啊？那你怎么付账啊？我手机给你支付啊。手机不是丢了吗？谁打车去找啊？要找不着呢？那就不赖我了呀。赖我呀？急什么嘛，手机能找到，昨天喝多了拉火锅店里了。哎呀，不信任我，来把这个押给你，放心了吧。这不是火锅店那桌布吧？还窗帘呢。那我帽子押给你，你过来。别出这事儿，我是属鸡的。这大冷天的，我觉得要是把帽子戴上的话，哎，你肯定就不动耳朵了。嗯，往这一站，就是一车模。我是不是好飘逸哟？停！谁放的音乐？起什么哄？这是什么音乐？停了！手机响了。你的手机啊？我有手机，还打你车干嘛？坏了，牛头梗的。哎呀，快接呀！接。喂。啊。啊。啊。后边什么呀？真准啊！你走不了了。为什么？医院来电话，他老婆生了儿子，咱得等他呀。必须等。对。怎么样，我回来了吧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哎，你弟弟呢？啊，我弟弟啊，就是刚才。哦，你们两个是龙凤胎。那就是我。哎呀，我还以为你们姐弟俩倒班呢。行，赶紧走，儿子。哎，你叫我什么？你老婆生了儿子。你怎么知道啊？哎呀，医院说的，你手机落车上了。医院说的。啊。儿子。哎，对。到医院叫去。等会儿，大哥，这个钱不要找了。别，还是留给儿子吧，自当是我的压岁钱啊。大哥，哎呀，真是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怎么该感谢你了。今天的事你千万别怪我，你说你长得这个样子，谁敢相信你是个诚实的人？兄弟啊，
你也是让母爷给耽误了。哦，大哥，这是我给我儿子买的尿不湿啊。你们开出租的难免路上堵车，您就留着用吧。不，这不合适。合适？不合适。合适。号小。咱们走。走。师傅。师傅。奥运表情包。好。你是来拼车的吧？拼什么车？我是锻炼的，我是来告诉你们，前方有个车，欢了，欢了，哎，撒了一地的化灰，有黑化灰和灰化灰，黑化灰化灰，灰化灰化黑，黑化灰化灰灰灰化灰化灰灰化灰化黑，黑化灰灰化灰黑灰化灰灰化灰，反正都是化灰，这就是洪荒之力呀！一定要弄着走，请你们信任我。我们信任你。对，信任就是灰雪中的棉袄，信任就是寒风中的暖宝，信任就是三九天泡的那个热水澡，信任就是我穿着棉袄抱着暖宝泡的热水澡，再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腐脑。朋友们，让我们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叫过好，我们出发。